愚蠢的人类，自私的天者，宇宙皇帝德莱雅斯终于到货了哦，刚刚拿到的哦，超值新鲜的。那各位觉得这个盒子有什么不一样呢？它竟然是用玩具当封面哦，玩具的实体照了。以前都是画一个 2D 的图，有没有？那还蛮帅的啦，大家真的也是等了很久，尤其是台湾人哦，真的是感觉好像被遗忘的孤儿一样，但是。等久了就是你的哦，开合一下，应该也是满满满的零件了。各位稍微看一下就好了，因为我就要赶快来组装了，希望今天晚上12点前可以装完了。这是它的贴纸哦，那就赶快来组装吧 ，Go！